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子罕篇第十八章。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子无子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竟无王也。”篑考据很多，有的做柜，古字与今字等等不同，我们不讲这个。既然都是尘土的器物，无论从竹、从荒，或是现今用化学塑胶物，不必太多考据，都是土龙的意思。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子无子也。”山是最高的，山也是土石的集合体。中庸说，山是一泉石之多，佛经说是和合相，二者意思相同。这个山是土跟石头集合起来堆积起来的。那中庸讲啊，山是一泉石之多，好像一个拳头啊，一个拳头的石头，那很多堆积起来集合起来。佛经说是和合相啊，那么土石啊，这样和合起来的啊，这个两个意思是一样。例如要堆成十丈的假山，一百篑土可成山啊，就是你用一百篑的土啊，那么一直给它堆起来，那就成了一座十丈高的假山。若是堆99篑便停止了，就不成功啊，就是还不够一丈，还差一点。那是什么人使山不够一丈？是你自己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自己堆这个山堆的不够啊，那是自己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竟无王也。又如平地啊，这个平地啊，倒上一篑土，虽然很少，倒上一篑土虽然少，但是已经有一篑土在那边，已经不平了，这个地已经有一个高度了啊，有一篑的高度。想使它继续再增高，也是你的力量啊。那么你要再让它增高，再让它加高，那你就再加土，也是你自己的力量。进是再加的意思，并就是进一步，那一篑倒下去，再倒一篑就两篑、三篑。你去干就成了二篑土了啊，就是进是再加的意思，你再去就继续啊，一篑接着再堆一篑，那就二篑土了啊，就是这样一直堆积起来啊。这章只不论什么事全在自己干，不论大小事啊，都是自己啊要去做。若一天卖花生，一日赚二元，就多了二元啊。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。这一天呢、去做生意卖花生，一天赚两块钱，那我今天也就多了两块。若不去赚，连一元也没有。如果都没有去赚，
没有去做这个小生意，那你连一块钱你也没有。这是劝学的意思，就是劝大家要学习的意思啊。孔老夫子啊，劝大家要学。没有学问像是平地啊，我们没有学问呢、啊，就像平地呢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为什么不念一本书啊？念一本就比平地高，再念就更高了。有了学问，学无止境。到了圣人也还要学，成佛也得成愿再来度生，也必须学。若到等觉就不学了也不行，等觉菩萨还要学。你们学三十年，有三愧土了，离一丈还很远，进步太慢啊！这个写入老人啊，从大陆来台湾，在台中啊教学三十年，那么跟着他学的莲友，学了三十年了啊，有三愧土了啊，离一丈啊还很远啊，这个是讲啊进步太慢。跟我学不如找比我高的，一日就可以学三愧土。进步慢要怨你自己。啊，这个写入老人啊讲啊跟他学习啊啊，那不如找比他高的啊，那一天啊就可以学的三愧土了。这个进步慢啊，那要怨自己啊。这个是老人啊也是勉励大家啊，这个劝进啊，大家要精进啊。有些地方三愧土也没有，或许有半筐却撒了一地，两下比较高下立见。那有的地方啊，这个连三愧土也没有啊，的确啊学不到东西啊，或许啊有半筐但是就撒了一地，撒了一地啊还是啊看不到一个高度，所以两下比较啊高下立见。时不再来，机不可失，时局不许可，纵使时局许可，寿命也不许。这个是勉励大家呢，这个时间啊过去就不会再来了，机会啊不可以失去啊，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啊要把握住啊，这个机不可失，机会不可以让它流失掉啊。那么这个眼前啊时局不许可啊，就整个大环境不许可，这个要学习呀、啊，啊，有很多障碍啊。纵使时局许可，寿命也不许，时局环境许可，那我们年纪多大了？啊，还能在这个世间活几年？这个。不是来日方长啊，所以要把握当下啊这个学习的机会。或许几辈子有警觉，但是也没把握，必须自己有把握，功夫到了便知有没有把握，功夫有或没有，譬如饮水冷暖自知啊，这个要学习呀、啊，啊，有警觉啊，但是我们现前也没把握，
啊，必须自己有把握了。啊，这个功夫到了，有把握了，就知道有没有把握了。啊，这个功夫有或没有，这个要问自己。啊，这个，譬如饮水啊，冷暖自知。啊，好像我们喝个水，啊，这个水是冷的还是暖的，自己知道。那我们这个修学的功夫啊，自己最清楚。啊，这个我们念佛讲啊，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啊？那自己最清楚。啊，问别人呢，啊，别人不了解啊，这个是要问自己啊。譬如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那么这张书总是劝我们呢，啊，要努力精进学习啊，这个不能把这个学习的时间浪费了，机会丧失了。那么一生呢，就一事无成，就非常的可惜。要珍惜啊因缘。这章啊是劝学劝进啊，劝我们要精进的来学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